暂停一下，刮刮乐怎么用呢？其实用笔盖就可以了，或者是指甲也可以。那就把就是刮出你要的数字，刮给你看喽。像我的号码是零，就把中间这一条刮掉，09。当然是越细的东西越好刮啦，0911。啊，这个不是过年刮刮乐哦，所以刮完不会有彩券，也不会有中奖金额，好吗？顺带一提，我们会员招募中哦，只要扫一下 QR code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 APP， 那会员都有专属好礼哦。